Only Lady TV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黄渤，我是这一期的 Cover Star。都是看合适吧，没有一个固定。有的时候你穿上觉得少点什么东西，哎，突然点缀加一点东西，觉得挺有意思的。可能是一些小细节，但是这些小细节会觉得，嗯，还蛮丰富的，蛮好玩的。那就得说什么是时尚。我认为时尚可能不仅仅是流行吧，时尚可能它是一个态度，你对待各种东西的一个态度，它是一个时尚。我个人，人都有追求美好的心理啊，对，是对美好的东西你还是有向往的。针对于电影的工作不仅仅是拍电影，那现在多看看书，多看看其他的电影，这也是在做电影，你在做一些准备，因为不能老往外吐，也得往里边吸收一些东西。现在也在做一些自己的电影项目，也做剧本啊什么的。关注 Only Lady， 全球潮流一手掌握。大家好，我是黄渤。